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不信就别听。我是摩羯座，我是天秤座。各位听众啊，今天是非常难得的日子哦，我们将看到难得一见的五星连珠这种奇特的景象哦，可以看到太阳、月亮、地球，还有周杰伦，还有昆凌这两位大明星连在一起，星星连星哦，这个五星连珠相当的特别哦。所以我们今天呢，将特别的以男女混身的方式来播报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那让我们开始吧。母羊座，你遇到那个人让你的心里小鹿乱撞，但你不用太紧张，等过几年心里那只小鹿变成老鹿之后，就会比较安静咯。金牛座，现在是你向爱人求婚的大好时机，对方最近睡眠不足哦，思绪上不是很周密，很容易就会中计哦。双子座，你受到了守护星的守护，因此幸运不错哦，而且如果你愿意花点钱请保全的话，连保全都会守护你。巨蟹座，有你喜欢的对象时应该想办法弄到他的手机号码，而不是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啊把他的手机偷走哦。狮子座，前阵子手头比较不方便的人终于可以放心啦，因为你现在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处女座，可能会因为一时的失言而造成尴尬，如果怕自己说错话的话，最好先练好腹语，这样就可以假装是别人在讲话，不关你的事咯。天秤座，今天很适合在团体中扮演开心果的角色。 Of course， 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扮演瓜子或花生的角色，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天蝎座，暧昧不是错，可是还是要讲究方法，奉劝你一句哦，下次别再把盆栽插在头上当做装饰品了。射手座，人际关系上表现得十分耀眼，可能是因为今天你把装饰圣诞树用的彩色灯泡挂在自己身上的关系哦。摩羯座，今天最好不要边开车边讲手机，否则可能会因为一时的分心而不小心把自己不可告人的秘密给说出来了。水瓶座，不要因为感情用事而做出一些不该做的承诺。Of course， 除非对方是要求你答应他。不要因为感情用事而做出一些不该做的承诺。双鱼座，被你视为强敌的人，最后将会被你踩在脚底下。如果你搬到将会他家楼上去住的话。以上就是我们的星座运势，不信就别听。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